弟兄们，好无聊啊，我们一起来玩踢足球吧。好啊，我去把足球拿过来。咦，球来喽！接球，到我啦！还有我，嘿嘿，到我了。哎呀，你会不会踢球的？赶紧把球捡回来。不好意思，马上捡。咦，这里怎么有两棵植物？不行，我要赶紧回去告诉弟兄们。弟兄们，前面发现两棵植物。哦，还有这等好事，走，咱们过去瞧瞧。嘿嘿，原来还真有两棵植物呀。弟兄们，看来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，一起上吧。我们植物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，先来尝下我的豌豆泡，再来填装炮弹，发射，哈哈，你的这点子弹是伤不到我的，那就让你来试下我踩稳拳头的厉害吧。叮叮叮，出发。小样，滚一边去。哎呀，看来要一起变身才行了。植物菜问变身，叮叮叮，还有我豌豆射手变身，叮叮叮，这一下再让你来尝尝我豌豆射手的威力，发射，再来填装炮弹，发射，轮到我升级版菜问了，填装炮弹，发射，兄弟你没事吧？咋的，又不是你，当然没事了，赶紧回家搬救兵去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大王，大王，我们给植物打了，赶紧过去帮忙呀。实在是欺人太甚了，我先出发了。你在前面给我带路，植物们，看我飞机僵尸的厉害！僵尸炮弹发射，还有我的僵尸导弹发射，这下看你们怕了没？这个飞机僵尸有点厉害呀，看来还要再变身才行。超级豌豆荚变身，叮叮叮，到你来尝下我超级豌豆荚的子弹了，瞄准目标发射，大王，他们真的好厉害呀，要不咱们算了吧。你这个胆小鬼，看我怎么过去收拾他们，走。没子弹了吧，快来尝下我僵尸大王的厉害，炮弹锁定目标发射，再来填装子弹发射，打败僵尸大王还需要再次升级，
超级加特林豌豆泡变身。加特林豌豆泡瞄准目标，发射！还没结束呢，这一次终于知道我们植物庄园的实力了吧？太可怕了，逃命要紧啊！